干什么？我要买门票到森林乐园去玩。戴娃娃说，那有很多好玩的。啊、哦，那也得先告诉妈妈才对啊。给你。妈妈，恭喜你！看样子这回要生个双胞胎呀！啊，猫头鹰伯伯，您辛苦了，这阵子身子骨可好啊？好好，你可要注意身子呀！哎，谢谢您啦。请注意了，一号、三号赛车请驶向各自的跑道上，注意不要越过信号线。二号赛车快跟上，四号赛车还没有到，请稍等。你好，二婶，见到你们很高兴。他叫波猴，我叫鹰猴，那还有两兄弟桃猴和江猴。桃桃，你好呀，祝你胜利。小丽丽，谢谢你。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呀，二熊、欢欢，你们也来啦？我们也来认识一下。我是龟哥。是规避，认识你们很高兴。哎，我们的祖祖辈辈还打个交道呢。今天把80年代再战一次。呀，你们祖先也是有过光荣历史的。注意注意，比赛马上要开始了。淘淘，还是你来开吧，鼻轰，快开。
是漩涡壁。他们会赶上来吗？龟哥他们来了。你们赢得了第一名。这一回我们输了。奖杯太好了，没有买门票还得了个大奖杯，真合算。不不是这样的。你怎么了？没有买门票啊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做了。妈妈，我也要补票。不过淘淘他诚实，带娃娃他也学诚实了。这奖杯嘛，还是还给你们。不过不是因为你们今天得了第一，而是因为你们诚实。